这是被什么东西咬过的。我记得当时有一只特别大的胡蜂在我们周围飞，后来老陈就变得不正常了。这会不会是那个胡蜂给咬的？那你还记得那个胡蜂长什么样子吗？那个胡蜂的颜色特别的鲜艳，我活了这么久，从没见过这样的胡蜂。 是你小子呀，小姐，老爷，拿过来。不给，怎么了？老爷，哎，你看，原来是他把毒胡蜂带过来的。当初你小子阻止药厂开工，我就觉得你有问题。没想到真的是你在捣鬼。爹，这肯定都是误会，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的。哎、你得相信。孩子，他在骗你呢。什么骗不骗的呀？您放心。 我这就把他带到警局审一审。哎，乔局长，我可以证明新城的清白。清白什么？清者自清，反正我没干过。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救人。说什么说？走，去警局去。哎，走。星辰，哎，你看看，咬人的毒蜂，是不是长这样子？没错，咬老陈的就是这种胡蜂。 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早点交代，我就不对你用刑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我就是山里的兽医。兽什么医啊？你这细皮嫩肉的，怎么可能是兽医？这个毒胡蜂是不是你养的？我告诉你啊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去找胡蜂的老巢，要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受伤。 你只要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是谁？不是你老跟我犟什么呀？你再跟我犟的话，以后你生病或者被毒胡蜂蛰了，我不救你啊！齐飞，嗯，把他关起来。我找找找着毒胡蜂了，看啊！齐探长啊，你的伤好像不太瘦了。 你找到的只是普通胡蜂，哎，我来告诉你啊，真正的杀人胡蜂要比这个个头更大一点，要么像这种是七种颜色，要么是这种三种颜色。那我真找错了？但是你应该庆幸，如果真是杀人胡蜂蛰你的话。 别气馁，不行，我必须找到胡蜂，你跟我走。 这东西，谁放这儿的？这是齐飞探长带来的。穆星辰说是他找错了什么，然后他就带着嫌犯走了。找错了？他们应该去山里了。赶紧给驻哨站打电话，把齐飞和穆星辰给我抓回来。是。飞，把穆星辰给我留下吧。 这，毒蜂，啊！救救我！我被穆星辰放毒蜂咬。 咬了！兄弟们，快跑！救我！哎，小山！行了，别装，挺像啊。这下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
只有找到真正的东方，才能够抓住幕后真凶。牺牲一下，没关系。牺牲？不是你，我给你洗白。咱去哪儿？